向着主日学的学生讲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你们都听过了吧？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你听过吗？你也知道结果嘛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后来拉撒路设法淹了下地狱了，哎，所以财主设法淹了下地狱了，拉撒路呢，因为属灵，虽然他是乞丐，因为是上天堂了。财主看到拉撒路的时候就很伤心，很焦虑。财主叫拉撒路滴一滴水下来，但是能不能啊？不能。然后第二呢，这个财主就请拉撒路去他家传福音，还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所以很懊悔。然后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，老师就问同学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要做拉撒路，还是要做财主呢？”要做拉撒路的请举手。拉撒路，期待我上天堂。期待上天堂啊！要做财主的请举手。是不属灵？走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做什么呢？”老师问：“你要做什么呢？”他就站起来说：“我生前要做财主，死了要做拉撒路。”他比我们聪明，但是你要更聪明。你要更聪明，生前要做爱主的财主，来吧！死了要做拉撒路，来吧！再来一次啊！生前要做爱主的财主，上面都没有说你已经穷了，对不对？生前要做爱主的财主，死了要做拉撒路上天堂，好嘞吧？我告诉你，成功你需要敌人，不要怕敌人。那些批评你的、判断你的，那些后面在耍手段来攻击你的那一些人呐、你要记得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你成功的什么动力。所以当你正面的面对这些你的敌人呢，反而使你成功的道路更加缩短，更加快的迈进成功的步伐，好没有？第二呢，我就告诉你，上一堂我告诉你什么？成功需要机会，机会从哪里来？可以找的吗？机会？机会不能找的，机会是上帝给的。当你找到，上帝就找到机会。你不要去找机会，找不到机会的。除了你找到上帝，上帝就给你机会，好没有？今天老师你看，成功需要什么？需要祝福，大家说祝福。来，圣经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九至十一节，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九到十一节 ，Deuteronomy chapter 30 verse 9 to 11，《生命记》三十章九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。圣经这里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，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，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的列祖一样。十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难行吗？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很远的。一个祷告。好，我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先早上求主你将你的心意给我们，我们渴慕知道你更多，我们渴慕明白你更多，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小小的心灵，
来明白你的旨意。谢谢你，求你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原则，怎么样蒙福呢？就是遵循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是吧？我们来看什么是成功呢？他说这里，他比你，他必使你手所办的都顺利哦。对，是不是成功？是啊，身上所生的都蒙福哦，你孩子儿孙满堂都蒙福的哦。Okay. 是不是成功？成功啊 ，OK。牲畜所下的就是你的那个牛羊，以前的种牛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产业的蒙福哦，成功吗？成功了，感谢主啊！地所产的，地就是你生活的地方，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工厂地方，找吃的地方，都蒙福，感谢主啊！这些都是成功啊！弟兄姐妹，遵循上帝的话，其实上帝的话在讲什么？这么多，在讲什么？耶稣就总归了上帝的话，只做两件事情。大家说两件事情，两件事情就那么简单，爱神，爱神，两个简单，简单吗？简单，爱神，爱人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们爱的时候是要付出的，对不对？爱的时候是要付出的，所以你就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学习给神。大家说给神，给神，你给嘛，你付出嘛，给上帝什么？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其实分为归纳为三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，给人，大家都给人，给人就是我这个人，我的心思意念尽心尽意尽力就是爱主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给他精神，我给他体力，我给他我的工作，我给他我的知识，我给他我的智慧，我生命的恩赐都给他，我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，来去表达对他的爱，对不对？第二种呢，就是给物，大家说给物，给物。给物的话，有些人给物质啦，有些人给车啦，有些人给宾主啦。啊，我们建堂的时候，我们说谁要奉献？铁花，哎，我要奉献，你就给铁花。谁要奉献墙壁？啊，有人奉献了墙壁。我需要 van， 有人就奉献 van。所以这些就是物，对不对？第三呢，就是给钱，大家说给钱，给钱。当然你奉献喽，十分之一的奉献喽，这些都是给上帝的。对不对？那感谢主，当我们给的时候呢，多少不是上帝所关注？阿门，阿门。如果上帝关注多少的话，他会看重那个穷寡妇的一个铜钱。他如果给多少，上帝所看重的，他会看重那撒玛利亚的这个撒拉法寡妇的小小的面粉。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如果看重多少的话，他会看重了五饼二鱼。他如果看重多少的话，他会讲一杯水，给一杯水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多少不是上帝所关注的？上帝关注的什么呢？心态。大家说心态，心态是心和态度，是心和态度，你的心就表达出来。那从这里就看怎么样得到上帝的祝福而致成功呢？你的心态非常重要。把你的笔记本放上，告诉你的心非常重要。那当我们说我们给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做重我们心的时候，因为你的心就是一生的果效，你的心就带进上帝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给他，要用什么心态来给他，非常重要。第一，我们来看，来，大家说上帝要我们止住作恶，止住作恶。看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，这里圣经说 Isaiah 1:11-17，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，这里说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公绵羊和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呢？使你们践踏我的殿宇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憎恶的，夜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夜宿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
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也不看。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做什么？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要洗作自洁，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呢，其实简单，上帝在看什么？看你们的心。他说，如果你的心作恶，你的心不公义啊，你所献的我不喜悦的，他看重我们的心多过我们的供物。那社会不一样，和我们不一样，所以看的是供物，你献多少。所以你会看到报纸多伦多脑子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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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好的大慈善家名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做什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人的定义呢，就是看到前面所做的，就是你所给的。但是上帝不一样，上帝是看内心的上帝。所以呢，我们更要着重我们的内心多过我们给多少。而是我们给什么东西奉献了，我们给奉献了，什么都给了。但是我们生活上的公义，大家说公义，公义有没有？这个是上帝要看到的。你要来看，上帝要叫我们献的时候，要怎么样的献法，他才能够高兴？怎么样给上帝呢？上帝才喜悦，才祝福呢？我们来看第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2-20节，大家一起说：上帝要和和气气，上帝要和和气气。看圣经，耶稣说了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3-24节可以说：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为何谁呀？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做什么？和好。然后来献礼物。原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看重的就是那个和和气气的关系啊。你献多少，你做多少，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你跟你的弟兄不和，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说，你如果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？对不对？那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和我们不同，大家说不同，不同，不是不好，不是不同的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好的，只是不同啊，不同的人呢。那弟兄姐妹，难免会遇到跟我们不同的人，总是有一点背后谁的，对不对？很难爱的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爱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爱他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现在呢，耶稣说，你如果要献祭的话，有别和谁呀、不和，不能的、你要去和好，你才来献。因为耶稣看重那个关系，看重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追求一件事情，大家说和和气气，和和气气。那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对着一个弟兄，对一个姐妹，可能他得罪我们。可能他有一些东西使我们难堪难受，对不对？我们很难爱他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问题。你很能爱他，是因为我不能遵守到上帝的话语，而不是他的问题。如果你愿意遵守到上帝的话语，你就可以爱他，真的。啊，对不对？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很难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真的不爱他，你的感受没有爱。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大家说，以耶稣的爱来爱他。大家说，以耶稣的爱来爱他。那弟兄姐妹，爱是一种的决定。爱是一种的决定。怎么样讲呢？今天我没有感受到我可以爱他，但是我爱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爱他，我要遵守耶稣的话语，而蒙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为了耶稣来爱他。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，所以我这里可能是没有感受，但是我愿意用行动决定我的态度去爱他，这个不一样吗？从这个决定开始呢，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改变，他的生命改变。那刚才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当你称赞人的时候，第一称赞的时候你感觉到很不好意思，被人称赞你感觉不好意思。不过你慢慢称赞，越称赞越爽，你不觉得吗？
人家称赞你的时候，你也人家也称赞，越来越感觉到爽，你觉得吗？阿妹，我是有点感觉到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这种的话语出来的时候，会带出一股的力量，改变你的。阿妹，改变你整个观念，突然破碎了。啊，你慢慢觉得，其实他称赞你，真的你是有这个特质，所以他称赞你。当他称赞你，你自己发现你这你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呢，你很自然，你升职了。奈哈嘎，听到没？升职了。当你升职，你个人这个整个人肯定不再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到这里吗？你上帝说你献给他说，先看你弟兄们。哪一个要去做的，去和好的，去和和气气，然后回来献你的礼物就蒙福了，你这个人就蒙福了。上帝的话，所以弟兄姐妹记得，在教会里面，上帝喜悦什么？多过多少的数目，和和气气。大家说和和气气，和和气气。来，接下来，那上帝喜欢怎么样的人给他呢？大家说不要吹号，不要吹号。什么吹号？来看一下马来福音六章一至四节。马来福音第六章一至四节，耶稣又说了，他是什么？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做什么？故意叫人家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的天父的赏赐。你故意叫人看见，人家看到了吗？所以这样子就不能得到上帝的赏赐。好了，所以你们要怎么做？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人的面前那什么，你的面前吹号，不，我给了，不，你看到吗？我给了，不，时间了，不，给了，你看到吗？给了，不，吹上吹号，向了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而在街道里所行的，故意得什么？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。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得了。你吹号的时候，你已经得了，人家赞赏你了，你已经得了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他怎么做。耶稣在教导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，你的右手所做的左手知道，右手所做的左手知道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注意啊。你复辟在暗中查看，耶稣在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暗暗的做，强逼自己故意保守秘密，不要讲给任何一个人听，连老鼠也不知道，竟然上帝看到，你看到上帝的心细吗？他在告诉你，上帝的心敏感吗？敏感，敏感，所以你所做的每一点地。不用讲了，上帝一定看到，然后他要在暗中报答你。相反的来讲呢，当你讲出来了，你得了，什么都没用了，是吗？所以当你给的时候，不要故意让人知道啊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给的时候呢，你要记得安静，保守秘密，不要给人家知道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，你很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当你人家发现到的时候，嘿，危险，你给了这么多，哎呀，真的很有心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哇，天哪，你真的属灵喽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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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给的时候呢，记得收起来，不要让人知道。神是故意告诉你，我只告诉你神，不要让人知道，知道吗？不要让人知道，不是一直告诉另外一个人，我可以跟你讲吧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我只跟你讲不了吗？总之，你要记得，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为主付出的时候，反而你不要让人知道，得的奖赏多过让人知道。阿门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。上帝要我们怎么给他？他的喜悦才丰富。大家说，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诗篇第五十四篇第六节，这里说，诗人这样子说：我要把甘心的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本为
美好。那他用这种心态信上帝，他带着那种甘心乐意感恩的心给上帝，给要给的甘，给的甘心。所以呢，圣经教门说，如果你着难的话不要给，勉强的话不要给，你要给出去的时候你要学习给到甘心，把你的那个给出去的喜乐带出来，这叫甘心。那什么是甘心？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是上帝的，不是你的，记得不是你的。当你给一辆车的时候，上帝的，在那说上帝的，上帝的。当你给钱的时候，上帝的，上帝的。当你给一间屋子的时候，上帝的，上帝的。明白吗？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上帝。当你给出上帝的时候，就由上帝来主权。阿门。不要再管了，明白吗？那很多人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当他给了上帝，他看，我看你做什么，拿我的钱做什么。我上个上几天我上了一个3年的课程，那个讲师给了一个很好的原则，他说当你给了上帝了以后，钱是上帝的，所以上帝怎么用你无钱干涉的，明白吗？你也不要去过问，当你给了那个就不是你的，当你给了你还要查问，你还要管住，你要瑕疵的话，正是你没有给到那个钱还是你的，不是上帝的，因为你要管。所以当你给出去，你不要敢让上帝给。如果那个牧师啊乱花钱呢，是他跟上帝的事，浪费掉了也是他跟他上帝的事。如果上帝要这个牧师浪费这个钱，你能够做什么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当他浪费了，由上帝跟他交代。其实你只能够骂他，上帝审判他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上帝如果要他浪费的这笔钱跌倒了，吃掉的钱跌倒了，然后让他认识神又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我听了也对了，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一种心态，当你给出去就是上帝了。如果你不愿意给，不甘心，不要给，因为你没有给的话，那个钱本来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给了以后，那是上帝，你就不要，不要再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会折服了，明白？所以当你给出去给上帝，心甘情愿，上帝你的，我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过问，也不要再想，哎，上帝我给了400块，上帝我给了400块，你在想那400块还是你的呢？你还觉得是你给出去，那你给了上帝。你给出去，你就会忘记他，那上帝。你如果不甘心，就不要给，因为你给了也对你没有益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记得，给要给的甘心，才能够讨主喜悦。阿门。阿门啊！感谢主，来一个人跳吧。第二，当你学习到给神，其实律法的总归是有两件事情，就是爱神。的爱人，弟兄姐妹，第二我们就要学习，你要蒙福吗？你要蒙福，你要成功，学习给人。大家说给人，给人。看圣经，路加福音6:38，这里耶稣这样子说：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圣斗连摇带按上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那弟兄姐妹，先看一个祝福先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要怎么祝福我们呢？就是用十足啊，足量的圣斗。你知道什么圣斗吗？钢棒啊。你有买过米吗？老人家还有，我是不老不少，所以还有机会接触到什么是钢钢。总之一个桶，一钢钢，然后插上去倒米，倒米，倒米，倒满的时候，他会用一根木，一支木，对不对？烧一下，哗，烧一下，然后倒进那个纸袋里面，那个就是一钢钢的米，对不对？你买感动啊，你买豆类啊，都是这样子称的，薏米啊，都是这样称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呢，
耶稣怎么说呢？上帝要怎么祝福你？他用十足的那个圣头砍他，十足的圣头倒下去了，摇他。通常这个拆家骂的人啊，杂货店的会摇他的，因为在那边能够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耶稣说摇他，摇给他砸死，然后说什么？按他，按，按他，按到他，砰，砸死所有空气啊，所有洞洞啊都给他按到紧紧了以后，再倒，倒到整个怎么样？接起来，让他流。流的不能流的时候太倒霉，还是不是他掉啊？耶稣是最好的老师，他的形容词真的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他这样子形容，我一直在感动。上帝的祝福原来是那么样，那么样，那么样的丰盛啊！阿门。前面就有一个原则，怎么样子的时候你得到这样子的祝福，给人，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定义什么呢？也是什么？做基督徒要大量，大家说大量，大量，大量，不要小气，不要小气，基督徒啊，不要吝啬，你的天赋是大的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量的教会，所以上帝一直祝福我的教会，从零做到有剩，做到有多，做到每一个人有饭吃，做到大家同工有饭吃，外面的人有饭吃，里面的人都有饭吃，都吃得很饭。当你越祝福得到越多，当你越祝福得到越多，所以你要学习做基督徒，要懂得去爱，去给，去付出。当你大量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就那十足的圣斗，大家说十足，跟我一起做动作来，十足，十足，满了，摇一下，按它，按它，再打，再打它，这都也是，倒霉个逼的，倒霉个逼的，那是塞来的，倒霉来的。上帝的祝福来，那就是这样子，上帝就是这样子来祝福我们。弟兄姐妹，看给人多么好，你放心，当你给的时候，为你学习给，给那些需要的去祝福，什么都好，去祝福，你能够祝福就祝福，是你受更有福。当你祝福，上帝给你更多。撒种的是你，上帝很奇妙，上帝把撒种不在自己的身上。那我问你，我把我的产业交给你，叫你乱挖，是我信任你还是你信任我？我把我的产业交给你，给你挖，是我信任你还是你信任我？是我信任你嘛，对吧？如果我的产业交给你，然后你又拿给我挖，这是我信任我自己，我信任你。你看上面奇妙，他说什么？撒种的是你，给你种的是谁？上帝。上帝给你种哪句话？哦哦，没有了，我再给你哪句话？就这样子。所以他信任我们，爱我们，然后把他的产业交给我们，叫我们做什么？挖，给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的产业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。上帝给你的，上帝只是你是一个信托人 ，trustee， 对，管家。所以上帝信你，把这个托付给你，你拿去花，花了以后呢，上帝再给你，而且上帝告诉你的，那叫马花，你花我给你更多，这么简单。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，上帝的原则很简单，那你要得到祝福吗？全是给神而给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。诗篇三十七篇，第二十五到二十七，原来当你给人的时候，你的祝福你不只是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啊，而是你的子子孙孙也因着你活血呀。你要你的子子孙孙活血吗？来呀，来快呀，第三十四十七。
诗篇四三十七二十五到二十七这里说，我从前年幼啊，注意这句话啊，这诗人说了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我短的少年到老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。从未见过一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了他的后裔耶。这经文很简单，那神就告诉你，我从年轻到年老，从来没有看到上帝抛弃一个义人，一个对人好的人。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儿子讨饭。一说信耶稣的人会越信越好谁、啊、我真的没有看过，我一生没有看过越信越拍谁，喂，他越信越好谁。虽然他到现在你没有看到好谁，他不是不能好谁，他是还没有好谁，但是还没有好谁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可能他时间没有到磨练 ，OK 啊，可能上帝要给他一些改变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一定有谁的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他会有谁？他只是还没有有谁，但是还没有谁。到哪一个人？跟他说，你不是不有谁，你是还没有谁。原来到你给人我们蒙福的时候啊，这个福啊不只停留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千千代代。我们的子孙，大家辛苦了。简单，那姐妹，今天你要成功吗？你需要祝福，你要学习什么？给神，给神对的心态。给人对的态度，再说给神对的心态，给人对的态度。